兄弟们，咱们村的老王给我介绍的啊。这是牛肉面啊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牛肉面还可以啊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要不整点？可以可以。等会儿我拖个凳子。我吃点，我尝点啊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哎呦，傻了嘿！真吃啊！那一会儿再给我买一碗。男朋友啊？不是啊。啊，不是啊。我当然不，他还不配呢，我是他哥。你才不配呢！哥哥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妹妹这小梨窝挺好看？加个微信，好吧？我给你换，我拿个东西给你换，你看。我加你的微信吧，你也帮我拍一下。这个哥哥好，这个哥哥能处啊。要不我也加一个吧，回头我你也别说。不是，这可以，哥哥可以，这可以加，可以，这可以。